Hello， 张岱书，我又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就是我在新闻看到一个，就是妈妈她把跟女一个妈妈跟女儿，他们就是买卖房子的关系，可是为什么被政府扣一个赠与税啊？哦，被扣赠与税？对啊，为什么被扣赠与税？哦，那个新闻我有大概注意到，那是什么问题？他是写60岁的妈妈嘛，然后把他的房子卖给女儿，然后因为当初妈妈这个房子有贷款，然后她可能有还掉一些，想要再增贷，但是因为60几岁了，妈妈应该也退休没有工作了，然后贷不到，她就找女儿来当债务人，对，所以她后来可能在借的那，假设说她在借600万好了，对，那600万的债务人是女儿，然后她后来想说，既然女儿有背这个贷款嘛，那我就干脆就是。过给女儿，但我是用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女儿。所以假设说她跟妈妈买1000万的房子，好，对，那自备款400万，对，她一样再去别间银行借600万的贷款，凑成1000万给妈妈。那妈妈拿到这个1000万，其中有600万的是贷款，那是不是1000万，她自己跟妈妈买的1000万，对，然后其中600又去还她。妈妈这一间，因为她自己是债务人嘛，哦，感觉好像是去借了一笔新的还旧的概念，还旧的贷款，所以国税局他会认为他借新还旧，然后有一点觉得说啊，你就是卖给妈妈，妈妈这1000万又帮你还了600万的这个贷款，对，所以他认为这600万之中要课赠与税，那赠与税就是假设说600万扣掉免税额24,000，那还有356的部分课10%，就是你要缴35万多的赠与税。哇，其实也不便宜呢。对，所以当初妈妈在借款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找了女儿做这个债务人。对，如果是保证人，就还不会课到。但是因为她是债务人，对，因为是债务人，对，所以。国税局会认为你借新还旧，然后是妈妈在帮你还这个600万，所以做二等亲买卖，如果有贷款的部分，真的是要特别注意，不要傻傻的又再多被扣了一笔税金。对对对，真的。如果您有任何法拍、买卖、继承、持分的问题，欢迎于下方留言或者与我们电话联系，我们很乐于为您服务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